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休斯顿房评。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呢，是一套77万9千美金的房子，它位于休斯顿的 Katy 这个区。这个房子所在的小区是一个很高档的小区，小区的环境很漂亮，而且它是封闭式的一个小区，带大门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房子77万9千美金，有5230多尺的居住面积。我们所说的面积都是居住面积，它的占地面积我到时候会写在下面。这个房子有5个卧室，一楼就有2个卧室，二楼有3个卧室，所以这样的话。那如果您的就是父母也过来美国居住的话，那正好他在一楼就可以在一个一楼的房间，包括他带着洗手间的这种套间住了，这样很方便。这个房子很美很美的，它是一个瓦的屋顶，瓦的屋顶是一个终身的屋顶，就是说一般的复合材料的屋顶是30年的使用寿命，而瓦的屋顶是一个不用换的屋顶，如果哪一片瓦不好了，只换一片瓦就可以了，所以它本身的建造成本就会比较高。那瓦的屋顶的房子的结构的沉重性也跟普通的屋顶不一样，所以瓦屋顶的房子是蛮高档的房子，起码在休斯顿是这样的。那在加州瓦的屋顶就比较多，那是跟气候什么的是有关系的。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房子呢，很美很美，它就跟样板间一样。你看它的这个客厅的这个窗户是这样旋转的一圈的这种窗户，所以它就很多的地方都跟很多房子是不同的。然后包括我们来看一下它一进门的这种感觉，这个房子一进门的时候整个感觉都是通天的感觉，它特别敞亮。你看它，我后面这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它的主餐厅的位置，主餐厅的位置都是这种高挑的这种感觉。所以其实如果您来看这个房子的话，就会觉得这个房子的空间感非常非常的好。那我们现在先通过我的看房视频看一下这个房子，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，可以随时加我微信或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，谢谢大家。一进门就看到这个挑高的高度非常高，然后呢左手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餐厅，这种挑高的高度的主餐厅特别的气派。然后在右手边，这就是一个带洗手间的次主卧，它次主卧的洗手间也很大，而且次主卧的洗手间的 大理石台面都换成很高档的了，砸掉了浴缸，直接做一个这种淋浴的效果，而且次主卧的洗手间是带窗户的，这些设计都是很实用的一种。漂亮的大旋转楼梯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走，左手边就是客卫。你看它客卫的大理石台面和客卫的这些布置都很精致，这边有一个储藏间。再往里走，左手边是特别大的厨房，这个漂亮的厨房真的很惊叹，就这个特别大的大理石台面就要花将近20000美金，然后它这个相近式冰箱就18000多美金，纯实木台，纯实木的双烤箱。来看它这个最高档的燃气灶，有6个炉头，再加上这边有一个铁板烧，然后上面有一个专业级的抽油烟机，所有的配备都是非常好的配备。然后再往这边走一下，走一下呢，就是一进就是车库，这边车库，然后再往这边走，洗衣房，洗衣房对面那个门也是车库，然后洗衣房的隔壁是副楼梯。这种比较高档的房子一般都是双楼梯的，当然双楼梯的房子也是房屋比较高档的一个标志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快要来到它的漂亮的客厅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早餐桌，早餐厅可以直接望到外面的泳池，泳池的旁边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客厅。我倒觉得我拍都拍不出这个房子的美。
感觉惊叹吗？好美是吗？再拍。它是一个弧形的大窗户，所以整个房间特别亮堂，并且呢，你在这个大窗户旁边是可以看到湖的，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湖景房，但是它某些角度是可以看到湖的，这边就可以看到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去主卧看一下。我们来到主卧了，好大好美的主卧，这个主人用心的程度就到他的窗帘和他的床上用品都是一致的，都是一个套系的感觉。洗手间，一个浴缸，然后 walk in 式的淋浴头，并且是可以双人共浴的。左手边有一个洗手台，再往右手边走是女主人的洗手台，往里走马桶间，再往里走就是一个巨大的衣帽间。这衣帽间都跟很多房子的卧室差不多大了，就这么大的衣帽间。好了，这就是一楼的状况，现在让我们去二楼看一下，看一下这房子二楼什么样呢。刚才我们忘记拍的它的书房，书房的里面还多出了一个柜子，藏书的空间。那让我上二楼看一下。从主楼梯上二楼，再看外面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从二楼看大客厅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放映厅，这个房子是有一个阳台的，所以我从这个门出去看一下，一个很大的阳台，从阳台走出来就可以看到它院子的全景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进屋，再看一下二楼的感觉。这是副楼梯上来的位置，一上来就有一个非常美的公主的房间，好梦幻。这个主人就是特别的用心，看他给女儿安排的这个房间就像样板间一样，太用心了。然后呢，就是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手间的设计。那这个设计其实我们在很多房子里面都看见过。那另外一面的卧室，然后再从另外一面出来之后呢，它相邻的一边还有一个卧室，所以它楼上就是这样三个卧室。这边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，再从这边转过来就是刚才我们过来的位置。
好了，这就是这个房子了。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，可以随时加我微信或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